拿收到钱，煮的，好的，下来煮的这边，好嘞，来，这里，来拿手机拿，拿手机拿。我要下山来去抢鸡蛋，要不要那么抢？不要，妈妈都买不到，我还让你抢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来定型抢救鸡蛋大作战，一定要把土匪赶跑，不然我们都没有鸡蛋吃，我们没有茶叶蛋，没有蚵仔煎，也快要没有蛋糕可以吃了。哎，跟鸡蛋可以做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去进行抢救鸡蛋大作战。第一个先来 ，A 先等一下哈，双刀组先等一下。我们现在那个壮丁来，我们的科哥爸爸就威打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冲的时候，秘密武器要拿出来哦。这个等吗？冲的时候秘密武器要拿出来啊！好，听到这个声音就进攻。好嘞。因为